因为我觉得大自然是非常美妙的、奇特的。我到了很多场景都会受到感动，所以呢，我觉得画山水呢，一方面是我那个心中爱好，另外一方面也能在画山水当中得到灵魂的净化。刚才这位尊敬的女士有这个感受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因为我们画山水，不光是画眼中山，最主要是表现心中山。表现心中山的时候呢，它就要结合各种元素。比如我去过很多名山大川，看过各种风物，然后我画的时候就是看它的需要，把最能够体现美的这种元素结合进去，所以才能形成这样的画面。画山水呢，最主要的就是画心中的感受，它并不是纯粹看到什么山画什么山，这样子就比较肤浅，这样子就不如搞摄影。这就是我的体会。我也有同感，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。这次我们来厄瓜多，看到厄瓜多的环境那么好，所以我现在画的是理想当中的环境。在现实环境当中，我们看到的就是厄瓜多，所以我希望我们以后，我们国家的环境也会更好。我们国家现在也是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环保工作，有的地方已经做得非常好。以后环境我也希望能像我画中的环境，那我就高兴。我觉得非常好，因为厄瓜多尔虽然没有中国大，但是它的这个气候啊，起伏，那么还有那个地貌啊，起伏很大。比如从海到高山，又有火山，还有保护的非常好的那个动植物，它对我的印象很深。我甚至觉得我去了加拿大那么大地方转了一圈，有很多东西好像有点雷同，它这里很有特点。我想今后有机会我要表现一下厄瓜多尔。也有一些这里体现的不多，比如像这个梯田，它就是比较浓的颜色，你看上去的其实涂了好几个，还有一些红的，包括我要送给这个基督教大学的天主教大学的这幅画，它也是比较浓的一种颜色。我们用色不是纯粹的强调那个深和浅的问题，因为中国画用色有一个最大原则，就是色不淹墨，墨不淹色，色墨要相调和，才能更好的体现画面。中国画的树，你看得清楚的，像松树啊什么的，这是常规的一种表现手段当中使用的。我们很多树，就是我有一些树是很抽象的，它只不过是一些符号，一种体现，你感到是树就可以了。还有其他树，比如像柏树、梧桐树，这都是中国人画家经常喜欢表现的一些东西，槐树啊什么都有，反正植物品种应该来讲是比较多的，但是我们处理的时候，最主要是取其精华，就是它能代表我的意愿就可以了。有的时候不是具体落实到它是哪一种树，因为我们不是植物学家，不精确的追求这种东西，主要是看画面需要什么树就摆进什么树。
水呢就是山水画，山水画就要有山有水。我觉得有水的时候呢，它就表示生态比较好，那个就是比较容易灵动，因为水是柔的，山石是刚的，表现水和表现山结合在一起，就刚好这个相吸，相互融合。我最想说的是，对中国这些年轻的艺术家说，他如果是从事中国画这些人士的话，首先做好规定动作，再搞自选动作，就是这一条。